今天要介绍的是135公分系列的台湾手工制旅行针。那大家应该会蛮惊讶的，因为刚才我弹的这个浏阳盒，它所展现的音色，让别人会误以为我弹的这台针是属于标准针163公分，但其实它是135公分的这种旅行针。那稍后我会给大家补充一下，为什么我可以把这台旅行针它的音色可以变得跟大针很像。然后再来是我是如何去调它的焰柱，以及如何处理让它的音色会更加的避开这个旅行针的优点，可以先听一下它的这些音色。示范一下这个流行曲哦，比较温柔的音色。其实在我蛮大力去做伴奏的时候，它还是可以保有它这个音的干净的程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是因为旅行针，通常会有一个弊病，是在它的最低音这几根弦弹的通常会飘忽。那因为我做一些处理，所以我让这一台加上这一台的结构，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产生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下我是怎么做调整。首先看一下这台确实是135公分的旅行针，然后我可以看到我高音的焰柱其实没有调很紧了，但是我的秘诀主要是在我的低音焰柱，因为旅行针它的针比较窄，所以我尽量把我低音的有效弦长增长。当然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我把我的焰柱逼近于后乐山，那这是在比较短的旅行针里面可以做的事情。那你把你的焰柱逼近于后乐山的时候，其实这根弦它会变得音色会变得比较稳定，就不会像一些很多旅行针它去做小之后，它这边是就是它的这个罩门。